盛夏的荣城，烈日炎炎，热浪袭人。在武警第二机动总队的后山训练场上，排爆手们穿着排爆服，正在进行专业训练。这位趴在地上进行穿针引线训练的战士叫喇万良。去年三月，就是在这个训练场，他受到了习主席的亲切接见。主席走到我面前时，和我进行亲切交谈，这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时刻。主席询问了一些关于装备的情况，称赞我们都是勇士，夸我们都是好样的。亲切关怀催人。百兵布阵，作战筹划，作战指挥的能力。如今武警第二机动总队紧贴使命任务展开合成化实兵训练已经成为常态。主席当时给我们提出来了加强这个合成化专业化训练，我们呢就是通过演训活动训练的课题，我们来进行设计，锻炼这个部队的协同能力，就多兵种怎么协同，使这个每一个典型的行动编组或者我们一个行动分队具有多样化的能力，全面的检验我们一支部队的这个训练水平。今年以来，他们按照习主席全面加强练兵备战的要求，积极展开军事训练转型，打破传统的训练模式，以周期运行法展开军事大纲训练，瞄准作战能力生成，以课题为主导展开针对性训练。演练场上，一大批无人化、智能化的新型装备陆续亮相，直升机、特战等新式作战力量运用越来越频繁，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越来越高，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实战是衡量一支军队强弱的唯一考场，打赢是检验战斗力高低的唯一标准，实战打不赢，一切等于零。我们一定坚决贯彻习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坚持战训一致，以战领训，以训促战，推动战训深度耦合，不断提高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